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美食，想要尝得到竟然还要碰运气。在花莲，花莲有一台专卖 bagel 的行动摊贩车，64岁的老板每天都可以打扮成老鼠的造型，大家叫他老鼠爷爷。而这个行动摊贩车呢，就在花莲市区沿街叫卖 bagel， 多好吃，7种口味都是手工现做。如果要吃上一口 bagel， 还得碰运气，因为老鼠爷爷没有任何固定的营业时间，也没有固定的地点，也因此有人为了吃上一口他的 bagel， 甘愿在市区这么绕上了3个小时。据说在后山花莲有一个超神秘不计定时出摊的 bagel 三轮车，他卖的手工 bagel Q 到会砍稀哦，而且1个小时热卖200个，平均1分钟卖出3个。我们一定要找到他。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任务哦。据说在花莲这个地方有一个没有固定时间、没有固定地点专卖 bagel 的三轮车，它到底在哪里呢？还好我今天有借了一台摩托车，相信我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找到这个 bagel， 现在就出发喽。出发！话不多说，我们从老鼠爷爷最常出没的花莲市中心开始绕起。喂，在哪里？在哪里？回头一下吧，快点！哇，怎么不见了？老鼠爷爷呢？怎么办？在花莲绕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看到老鼠爷爷，难道今天的美食任务要宣告失败了吗？哎，我想到了，我们可以找花莲在地好朋友美食间谍，赶快打电话给他们。想起来了吗？曾经在2个月前帮我们秘密探访花莲聚宝名店抓螃蟹成功的两位在地美食间谍老蔡与小詹，今天再度商请他们帮我们执行这次的艰难任务。美食间谍他们说他们有办法。老蔡、小詹怎么办？我遇到难题了啦。什么难题？说说看啊。我找不到那个花莲的老鼠爷爷啊，卖 bagel 的。卖 bagel 的老鼠爷爷？帮我们找出来。很简单的。简单？真的假的？当然。手机？是的，就是手机。可别以为要找老鼠爷爷都可以像美食间谍一样打手机就找得到哦，这可是亲戚才有的福利啦。这什么声音？这就是你要找的声音。老鼠爷爷。老鼠爷爷就是他。老鼠爷爷，你好，你好，久仰大名。哇，终于见到传说中的老鼠爷爷，绰号巴苏。你没看错，不是鼠鼠的鼠，是俗气的俗。他高龄64岁，戴着面具，有着高挺的鼻子，浓密的眉毛，还戴了帽子，骑着自己设计的三轮车，敲敲打打，吸引大家注意。只是要碰到他，还真是不容易呢。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就是太固定的时间跟地点，通常是傍晚，然后在市区里面。那市区如果市况不好的话，就爬到郊区去走一走这样子。那主要是走出去嘛，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然后又能够快乐，然后又能够用这种比较好玩一点的造型跟大家交流沟通一下这样子。老鼠爷爷为了边做生意边运动，才想到骑三轮车卖 bagel。 不过这可是苦了一群忠实粉丝。等一下，你差点又跑掉了。对，我运气很好，我早一点出来，结果遇到他，刚才差点要跑掉，然后叫住他，而且不止哦，有一次我叫住他，里面是卖完了。 bagel 爷爷都神出鬼没，所以要发现他其实是要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刚才骑摩托车差点超过他，所以又倒回来买。弟弟几岁？2岁半。bagel 好吃吗？好吃。好，为什么好吃？因为好吃啊。甚至他们的 bagel 就是你拿回家冰在冰箱，第二天蒸来吃，那个味道还是一样。强调手工的 bagel 口感扎实有弹性，还有多达7种口味，一个才25元，男生女生都爱吃。可别以为老鼠爷爷的 bagel 只有在地人爱吃，他的名气可是连外地人都慕名而来。好，回台北路上终于遇到了，真的很幸运。哦，下次再见。有没有很高兴？很开心，很开心。拜拜。大
到底这个 bagel 好吃的秘诀在哪儿？我们跟着卖完 bagel 的老鼠爷爷一起回家，来到从未曝光的老鼠窝来一探究竟，顺便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哦。观众朋友，看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看一次五毛钱。帽子帽子，眼镜眼镜，衣服。哈哈，其实老鼠爷爷本尊一样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啰嗦，赶紧来看看 bagel 到底怎么做的呢？手揉的话可以用木饰，很细微的地方都可以调整一下。好，但是机器的话，它就是说，它揉的次数比你手要更多，哦，更就是说那个精度可能会揉得更出来这样。塑形成圆圈的 bagel 还得经过最重要的步骤，烫面外皮才能带有嚼劲。放进烤箱，刚出炉的 bagel 胖嘟嘟的，一撕开每一个都会弹吸，一共有七种口味。如今这个三轮车 bagel 靠着吸睛的外形和便宜的价钱，果然打出知名度。下次来到花莲，不妨仔细看看老鼠爷爷有没有出现在你的身旁哦。